等到这段时间大家都把事情处理好了，大家的心情也变好了，咱们两个直接成亲，吓死他们。你说真的？他好像认真了。我听赤兰跟我说过，说你们前人在成婚的时候会准备三书六礼三媒六聘，虽然我是一个奇人，但是别的天族女子有的你也一定要有，不，必须更好。拜高堂。